Today is Psalms 124. 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清明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罚。愿平安归于以色列。Let's read together in English. They who trust in the Lord shall be like Mount Zion. It is not shaken, but remains forever. As the mountains are all a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is all around his people from this time and forever. For the rod of the wicked shall not rest on the lot of the righteous, lest the righteous put forth their hands to iniquity. Do good, O Lord, to the good, and to the upright in their hearts. And to those who turn aside to their crooked ways, the Lord shall lead them forth with the workers of iniquity. Peace shall be on Israel. 接下来是洗礼的环节。今天非常高兴又有弟兄姐妹归入到主的殿，然后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Now is the time for baptism. We are very happy that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going to receive the Lord.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Let's look at a section of the scripture.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Matthew 28. 没有圣经的就听我说。If you don't have the Bible, just listen. 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Verse 18, And Jesus came and spake unto them, saying, All power is given unto me in heaven and in earth.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Go ye therefore and teach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Ghost.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lo, I'm with you always,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men. 感谢神，按着主耶稣的吩咐，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So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 of the Lord, we are going to go into the world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Those who have already believed, we are going to baptize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今天我非常高兴，我们有八位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归入。Today we are very happy. There are eight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going to b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他们要在父神的面前、主耶稣的面前、圣灵的面前、天使的面前、鬼魔的面前和众人的面前见证他们的信仰。Today they are going to testify their belief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Satan, as well as every one of us. 现在。我就请这几位弟兄姐妹上来。第一位是杨晴丽，第二位是陈雪云、王雪萍、薛春燕、何金佩、张文平、李勇、李哲。These ar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going to be baptized.
我现在要在这里问这几位弟兄姐妹啊一些问题，让他们在众人的面前做他们信仰的告白。So I have a few questions for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o declare their belief. 你们相不相信？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生在罪中，我们也经常犯罪，靠着自己，靠着任何的办法，我们没办法自救。你们承不承认？你们承不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血被钉，流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们承不承认？你们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们的救主，做你们生命的主宰？你们要一生一世跟随他，你们愿不愿意？你们承不承认圣经是我们信仰我们生活的独一最高的标准？承不承认？承认。你们答不答应一生一世侍奉他，读他的话语，向他祷告，过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愿不愿意？愿意。你们将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神家里的人，你们也借着洗礼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你们愿不愿意服从教会一切的章程，按着圣经的教导在教会参与侍奉？愿不愿意？好，那现在我请他们来做个人的见证。 They're going to give their personal testimony. 第一位是陈雪云。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亲身经历的见证。在大约一年多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有个朋友跟我就是叫我信主。然后我以前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我说我是不会相信的。然后他跟我说，世界上唯一的真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如果有什么能力范围做不到的，你就祷告主。我就抱着尝试的心者去祷告。因为我从小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喜欢打麻将赌博，就是没停止过的，没有超过三天不打麻将的。然后我也想改，可是永远都改不了。为了这个坏习惯，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是还是改不了，那我就尝试祷告主。如果我说主，如果你帮我改了这个坏习惯，我就永远跟随主。说也奇怪，自从一次祷告之后，我就没有再去打麻将赌博过一次了，差不多一年了。感谢上帝。我以前还想，如果我不去打了，就是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主
的圣灵充满我的内心，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亲身的见证，感谢赞美主。第二位是王雪婷。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感谢主。我是以前呢，就是我有两姐妹是三胞胎，从小到大出生以来就是会吵架，打架也会，就是50年不变，人家没有一个人信我们会不吵架的，吵架才是正常，不吵架就奇怪了，就没可能的事。我认识一个姐妹，她跟我说有什么做能力范围做不到的交给主，我就跟主祷告，我说如果我们两个不吵架了，就永远都跟随你，永远都爱你敬你，跟随你直到永永远远。哦，祷告之后一年多了没吵过架，两个就是相亲相爱的，以前从小都懂事以来，就是为了一个小事，小时候就差玩具，就是抢玩具，两个一样的买了，就是非要拿到这个，永远都要抢那个。衣服也是一样的，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就要抢这件就抢，还有吵架就是两个人睡在床上，睡觉就是两个骂来骂去，骂到谁睡着了才会停下来，不会停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以后都会跟随主改变了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请杨琴丽，就是他们的妈妈。我不会讲话，请大家原谅。感谢主啊，就是我就是两个女儿，她们一天到晚吵架，一个是，第二个是赌博，是吧？那么就是跟着主以后呢，她们就是全部改变了，所以我就是也是真心的相信主，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不良的习惯，啊！感谢主，感谢大家好。薛春燕，感谢主，感谢主赞美。我叫薛春燕，我以前呢没有信仰，因为我的一个表妹给我传过福音，但是我当时没有信。自从我有，2006年吧，我奶奶得了一场大病，因为她从小给我带到大的，这场大病呢，整个昏迷，那时候我特别的无助，就觉得怎么办，怎么能让我奶奶能醒过来？这时候我就想到我表妹的一句话，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就是特别无助，没有什么时候，请你就向上帝祷告，他会帮助你。我就想到了这句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真心诚意的向上帝祷告，一段时间吧，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奶奶真的醒过来了，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上帝。这时候我就，就是真心的相信，我们有万能的上帝。就这样，我从此以后也想加入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谢谢大家。感谢赞美主。我之前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感觉以前学的知识都是以万物、以自然为主的一主题，而有幸在小时候读到一篇圣经故事，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觉得自然方面也是人说的，圣经也是人说的，会不会有一方是错的，有一方又是对的呢？之后，感觉世界的原则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也并不是我们圣经说的那样。因为学习蛮多，我频繁的读了童年，而有一个特殊的机会，我来到美国，有一个。
深受吧。听那个郑牧师啊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啊讲一个故事，就是说信仰神，神就会帮助我们免受痛苦。不是前才过了冬天，有一阵子突然降温，那个我妈妈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说她那个发了高烧，一直没有退，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祷告，我希望主耶稣然后能够帮助我妈妈，能够免受痛苦，因为她也年纪比较大了。结果我祷告了不到两天，我妈妈就给我发了微信，我就发微信给妈妈，她我问她那个好了一点没有，她就说就前天晚上就好了，就是那个和你发了条微信以后就莫名其妙的好了。我觉得真的信了主以后，我觉得真的什么事都感觉有神做。我曾经是一个迷途的羔羊，而今天我旗下事业要用余下的一生，快乐的积极的跟随基督，走完回家的路。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是张文平。是我受洗的日子，感谢主，感谢上帝。我叫张文平，来自中国山东青岛。我的妻子和儿子现在也是基督徒了。我在大陆的做火工，做厨师工作。20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着了，半夜醒来，听到我的妻子给我的儿子读圣经，我突然就是把他的圣经丢到地上，非常生气。第二天去上班的路上，中午休息去看我的父母，在路上有一个打包带，我想跑过去，一下就把那个打包带把我绊倒了，腿上流着鲜血，一下就不能动弹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婆，说我的腿可能断了，你快过来。我的儿子听见以后说，妈妈，这可能是上帝给他的惩罚。哎呀，我到医院以后照了片子，医生说没有断，现在我的腿上到现在还留到一个伤疤。我要感谢主，要感谢上帝，不管是坏事和好事都要感谢主，都有他的美意在。特别是我来到美国，我的老婆和儿子经常到教会去，感谢主，感谢上帝，给我们家里带了很多的爱和幸福。我是用语言是无法来表达的。天父啊，你让你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贵的鲜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恶。今天是我的受洗之日，是你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要用我的一生一世跟随你，直到永远。阿门。李友，大家好，我叫李友。我和谁啊？自从有记忆开始，我所知道的就是世上有鬼。到这个学校教育之后，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有时候也相信有鬼嘛，比如说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也会说些别人就是说过的那些
屈服的动作。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宗教背景，我以前对这个宗教也不太了解，直到后来去那个欧洲旅游，在瑞士的景点碰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员，当时他们有三本书，其中有一本书书名就是《家庭幸福的秘诀》，当时是这一本书吸引了我，因为我的家庭，我是在这个家庭暴力的环境下长大的，有一次看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反正就是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当我们长大之后，却发现我们变成了自己最痛恨的角色。我对这句话是深有同感，虽然我讨厌暴力，最后也变成了一个施暴者，经常对我的孩子和老婆就是也是非打即骂。虽然我一直憧憬有一个有爱的幸福的家庭，却一直找不到，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成长的这个经历没有学到这些，所以对这本书，这个家庭幸福的秘诀这本书，我感觉如获至宝。后来我就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客户号和这个手机号。这一本书也是对我对这个天赋了解的开端。自从对基督有了了解并信主之后，期间我经历了这个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直到现在来到我们这个真光教会。之前我也认为这个信徒都很傻啊，因为我也听过很多的这个像那些传销啊之类的，我也听他们讲过很多课，所以我一直没有相信。对这个信仰我没有了解之前，我总认为是不可信。虽然我信了，但是我现在我在信了，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不傻，因为我不傻，所以我才相信。我刚来的时候一直找不到工作，不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就是说我刚来，我不知道说哪了，好的。后来我们信主后就是经常祷告，后来在我们一直祷告之下，我们一家来到了美国，我儿子也入院上了学，我们也都找到了工作。当时我们找到工作虽然不理想，但是可能就是说应该就是对时候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来人生地不熟，也没有语言，这语言方面都不通，所以只能干些我们当时适合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我后来我祷告，我工作一段时间，我祷告的时候，我是说，因为圣经里边有提到，耶稣有一次祷告，他不是有就是在受难前祷告，他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我相信万能的天父是给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最适合我们，所以我祷告向他祈求，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适合做什么。”我只想找到一份就是说能和我们一家人能过正常生活的工作，因为我当时我在上夜班，我太太上白班，所以虽然我们是睡在一起，但是我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下班之后他在休息，等他上班的时候我在休息，我们一家人就没有什么时间接触的时间嘛，就是说，
我就想找一份能够适合我们家，就是说过正常生活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现在的工作，现在我们一家人也住在一起，能够经常在一起吃饭，坐在一起吃饭，就是我们夫妻上下班的这个时间，也挺好，就是说上下班时间差不多吧。找到我适合我的工作。还有，就是说，我祈求天父，就是说我今天，我想说一下我以前对待我的儿子、我的老婆，对待他们的方式都不很好。我认识了我的错误，我祈求，经常祈求天父怜悯我，宽恕我曾经给其他人，包括我的太太、我的儿子和其他的人造成的伤害，祈求他们原谅我，祈求天父能除去他们心中的恨，只有没有恨才会有爱，才会有爱心。我也愿意，就是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养儿方知父母心，就养儿方知父母恩，所以这句话我觉得用在天父身上尤其合适。我们在地上的父母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顺服，所以我以后愿意做我顺服天父，做我儿子的榜样。下面一位李哲就是他的儿子，也是今天在座的唯一一个00后的年轻人。感谢主。我叫李哲，我在小的时候是在中国就是接受的无神论的教育，然后对这神这一方面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在学校的话，当时在中国的学校也是寄宿制的，然后什么都是半个月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然后也没有什么条件去了解上帝。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在学校的话，有一次是在一本哲学的书上讲到了一点上帝七日创世界的这个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有一些感兴趣，想稍微多了解，但是又没有条件。但是正好这次就是那一次回家，然后我爸爸就从欧洲带回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籍资料，然后正好也有讲到，里面有一句我现在还印象深刻，就是说上帝会给想了解他的人一定会给想了解他的人的机会，然后我正好也是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爸爸，然后他把这本书带给我。然后在圣经的最让我就是说感受深处的一点，还是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不好意思，